我刚刚吃完饭，我是有点困的，我怕我有点手法有点不够那个。打不过啊，这些好像。喜欢，火掉半血，很多了。Q 尽情的 Q， 想 Q 谁就 Q 谁。有小兵，能走不？我们要光还行，伤害不是很高，能走。我想起了发现伊克林精神墓穴的经历。对不起，这就是三项之力。你要说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三项。对。哇，这个、我以为那个是妮可，这个是锤石，我都没有很怕。没有事了，我该做的已经做了，没有什么事情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要么就卖，要么就打，不要要卖不卖，要打不打。对，我只能说要么就卖，要么就打，不要要卖不卖，要打不打。拉过来，拉过来！别让龙把阿木木喷死了，那就尴尬了。打不到了，是吧？必须要先看视野，因为妮可没有漏，他大概率在草里的。你可以看到，我第一时间是往这个草 Q 了一下。
然后再往这个草 W 下，这 Nico 要待只能站在这两个位置，这边正面是没有 Nico， 直接走过去 Nico 要直接开我的，开我的话我就死了。我操，阿顿这也挺大的。阿木这能空大，我是有点没想到的呀。对，这个空大是真的有帮助。这把你带过来的呀，真敢 Q 我啊。太慢了，走不了那边。哎，老子他妈的截屏啊，操，大招是什么？要把大招开出来啊。大招又不加，大一个人都行啊，起码把大招交出来吧，对吧？你又不交大招，起锅了。喜欢不交大招，哦，交出来了，哦，我的。感谢一往难追送的小月亮，谢谢小月亮。没点订阅的兄弟们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订阅啊，大家可以点一下订阅。哎，从头开始，从头享受一下。
这边在瞄奥拉夫的位置，但没瞄到。经典的左右开弓了，对吧？就很这波这里是很经典的左右开弓，然后自己比较自信吧，伤害够了，打进就是他，对啊，那一伤害就够了，就没秒死他，非常经典的一个左右开弓的一个位置。操，老子这样被他杀了，好恶心啊！我他妈一刷了，好像我感觉不会死。